今天来到了森林公园，现在在梅园这里，满园的梅花盛开。周末人多，今天要赶，看得像还好，没啥人。啊，反正周末是不能来的。人都不是很多，拍照我抖音呢都非常好拍。其实平时有时间的话，也没有必要周末过来，周末人山人海。拍照都是人，都没地，都拍不过来了。这边的梅园都是免费的，你看那个东湖那边那个梅园还收费。这边这带着孩子什么周末的过来还是蛮好的，就是拍照人太多了。往那边还是猴山的烧烤区了，在这边待一天游玩一天还是蛮不错的。哇，这个角度你看那边这。一大片都连起来的，这一片看的还是可以啊。嗯，这春天就是看花的季节呀。这三月头看梅花，二月底三月头看梅花，三月底四月初看樱花，到四月份向日葵那边估计又是油菜花了。这山也不高，这叫梅山，那个植物园那边叫梅园是吧？嗯，